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启动新一轮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 QDII 额度发放，共向17家机构发放 QDII 额度103亿美元，涵盖基金、证券、银行、保险等主要金融机构。据统计，自去年9月至今年的5月，外汇局先后批准6轮 QDII 额度。常规化、规则化发放 QDII 额度，有助于构建金融双向开放新格局，并满足境内居民不断增长的对外投资需求。